喂，朋友，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智玩匠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然，只会野人。才明白我的眼泪不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流。Hello，各位老铁们，你们好吗？你们晚上都好吗？吃晚饭没？什么也没吃晚饭，不来人，他就是不来人，就是不来人，就是不来人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你吸烟不？烟头到手，这玩意儿你吸烟吗？又来一个，我的妈呀！妈呀！那青蛙，小屁肠那青蛙，走！去你的啦！去你哥的了！想抓我？抓你自个呀？啊，抓你自个呀？嘚瑟？啊？几个人啊？俩，还有人。还有人啊。还迷糊老嘎嘎啊！天启骑士团，走了！我他妈拿炮，我拿炮！这反客为主，知道吗？啥也不是，一天。但他，你说他徒弟啥？走了。哎呦我去！他啥也不是，他妈啥也不是啊！